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久等了。是不是很多媒体找上来？有没有影响你创作？什么时候回家？现在。现在？赶紧换身衣服去小酒馆，林姐和丹姐已经在路上了。他们也去啊？那你呢？大概15分钟吧。要去接你吗？不用。一会儿见。不要太刻意。边吃边等吧。小兰，恭喜你啊，世界爱情双丰收。来，走一个。别走，等人齐了再走。他什么情况啊？睡5分钟，这就快半小时了。你咋太磨叽了？我还是去接一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久等了。请问您是刚走完红毯吗？还是正要去走红毯呢？哎，现在好歹也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了嘛，这出门还是要注意一点，万一要是被拍了呢？当然，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他的面子。你这面子未免也太大了，谢谢你。哇，小心点我的头发，别碰着。哎呦，可爱死了，你这小舅舅，色心死了。看看，啊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啊，眼睛帅气不是你的错。但给身边的人带来这么大的压力，就真的是你的不对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嘛，我是怕被拍。啊，对，你是那个林什么林燕是吧？哎呀，那跟你合个影吗？哎呀，总算把你俩盼来了啊！哎呦，终于官宣了，我在网上看你们那个，哎呦，我早就知道，你不是一般人。那个，我能跟你俩合个影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快去！没事，我让别人领。不好意思啊，帮我们拍个照片。哎，等一下。想要吗？想要吗？再买2张。这世界很酷。